哥的好朋友来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来都来了，还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 少主没地儿去了，到来哭得请工作科了。我来拿点东西。我的命吗？来取啊！你以为树仙是谁的东西？ 阿西，我就是吓唬风吟的，一点点小伤而已。这里的伤痕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像心头里有什么东西？
好在劫地是双向的，不用再被凤鸣操控，我也可以随时杀了他。你要做什么？ 阿西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得取回舒心。不行，从凤英身体内的强行取出，她死你也会死。难道就因为这样，我们就不取回舒心了吗？傅苏神术怎么办？林川怎么办？舒心的事，你先不用放在心上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 其实，只要我死，你就可以取回舒心。你想都别想！现在牵绊着你的就是我和凤鸣的结地，只要你拿回舒心，就能复苏神术。舒心只是有可能会复苏神术。 但从凤鸣代体内取回来，你一定会死，不可能拿你的性命去赌一个不确定的结果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那你还有别的办法？舒心已经是你唯一的办法了。阿西，以后这些东西全都不准碰。 动我一脑筋！你又要干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不准离开我的视线。他们今日都送上门来了，陛下为何不杀了他们？是陛下心软了？ 还是被他们抓住了把柄。尔后姑要如何行事？是不是得先事先禀报我一声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陛下误会了。以后没有姑的姻缘，你不许踏进此地半步。我是王后，我为何不能踏进？ 陛下最近身上总有一股女子的香氛味，原来是什么？原来是另得新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只要做我的王后，生下永昭的皇子。 陛下，你爱宠着谁都行。滚出去！是，陛下。 知道你们俩夫妻感情好，但吃个饭没必要这么如此恩爱吧？你把我放开吧，这样吃饭真的很不方便。吃饭不方便。
我问你，我自己可以吃。石英，我吃饱了，你也别吃了。我们出去买碗绿豆汤解解腻。你自己去吧，我没空。你没空？你不是未时出诊吗？现在才刚过午时啊。我下午有要事，不出诊。表姐，表姐夫，那你们慢慢吃。哎，你们说他一个大夫，除了给病人治病，哪还有什么要事？有个媒婆给阿姨说了几门亲事，估摸着下午是要去见那些男方相亲。石英去相亲，你激动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激动？好奇，好奇。阿星，你让我再去看看阿庆吧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都好几日没见他出过房门了。我真的只是去看阿庆，不会去做别的事情。没得商量，你做任何事，我都要在你身边。我先把手松开，你好好吃饭吧。你这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不是去拿神树树心吗？娘娘，您还未行册封之礼，现在便穿着王后之服，与礼数不合吧？我便是这永诏最尊贵的王后，这日后的礼数啊，便是我来说了算。是，奴婢日后一定尽心侍奉王后娘娘。娘娘千岁。何莲心，这是我硕云最牢固的绳索，把它换上。西舅，怎么连你？凤渊，这件事情贺连心没有做错，复苏神树可以找别的办法，绝不是靠你杀了自己让贺连心取回树心去换一个不确定的结局。走吧，我陪你去看阿庆。姑姑、姑父、世子，阿庆怎么了？我就是在宫里头见过这根簪子的。大殿下轰了，我看谁还来给你撑腰。你一个罪臣之女，本就连普通宫女都不如，让你平日欺负我们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回陛下，回穆公公，他在大殿下寝宫偷东西，被我们发现了。花娥，你还来我父亲寝宫做什么？回陛下，大殿下生前对奴婢有恩，奴婢只不过是来收拾一些物件。我确定，花娥收起来的就是这根琵琶簪。带簪子的女人，花娥。贺连心，你是不是说过只要找到这根琵琶簪就可能找到复原神兽的办法？西舅，帮我看好阿月。有我在，你放心吧。Thank you.
别急，以贺连熙的身法速度，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只有找到那簪子，我才能安心些。说到簪子，我倒是忘了一件事情。怎么样，花娥找到了吗？簪子是他的吗？花娥他死了。那簪子呢？簪子也不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花娥，为什么你就是不听话呢？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呢？可惜了我的美人。陛下，你到底在这干什么？姑在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住手！你变成这样，我如何做我的王后？你继续做你的王后就是了。那我如何成为永昭储君的母后？是不是那个林川的破书心反噬让你变成这副恶心的样子？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，你赶紧去把它毁了。你刚刚是说姑很恶心是吗？陛下，臣妾说错话了，臣妾告退，臣妾告退。站住！簪子为何会在你这儿？陛下不在宫中的这三年，我收拾物品的时候发现的，觉得好看才来。让姑看看，好看吗？陛下，臣妾刚刚的意思是，你现在这副模样恐怕被世人所接受，会沦为全天下的笑柄。确实好看，来，姑帮你戴。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。